不过他之前进来的时候容易，现在一米多的体型想出去却是有点困难了。一路上有很多兵蚁都像疯了一样相互攻击，偶尔还会凑上来几只，也让成天一刀一只解决了。在看完最后一眼蚂蚁山后，成天头也不回的往大壮所在的山洞飞了过去。成天返回山洞后，竟发现大壮已经接到了低阶五品，甚至在他的口中还得知了关于桃园的事。距此五十里外有一处桃园，那里虫族繁盛，遍地都是五品起步。那的确是个好地方，咱们明日就出发前往。干嘛非要等明日？咱们现在就。你老大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？被大壮这么一说，成天也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，只是在闻到之后感觉身体有一股洪荒之力就快爆发。老大，我现在怎么看你也是眉清目秀。去你丫的。大壮被一脚踢出洞外后，发现这股香味竟然来自于领主彩翼，可此时的彩翼却是伤痕累累，四足变两足，翅膀也断了一截。成天看着彩翼凄惨的模样，不由得一声感叹，真是命大啊，被铁喙鸟、剑雀、剑齿猪这么多种族围攻，居然还能逃得掉。此时的成天也瞬间明白了那香味是怎么回事，按时间计算，彩翼的雌素现在应该已经到达了顶峰，难怪自己和大壮都会生出那种原始的冲动。哟，这不是领主大人吗？怎么会搞成这副样子呢？彩翼这两天也没闲着，一边逃命一边探寻着被围剿的原因，结果他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眼前的成天。你竟然七品了。彩翼有些不可思议，他第一次听说对方的时候是五品，第一次见面又是六品，这才没几天功夫，这家伙竟然已经达到了低阶七品。要知道他自己卡在六品也已经又七年了。明明是雄性孱弱，可你为何啊？彩翼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一旁的大壮开始对他动手动脚。好家伙，连这家伙也从四品进阶到了五品。去你丫的。不过本领主还真看不上你。雄性，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的，你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到了七品？哈哈，吃得好睡得香，自然而然就蹭蹭往上涨。对了，我已经替咱们螳螂族复仇了，不但让铁喙鸟元气大伤，大力蚁巢也被我剿灭了。啧啧，你还真别说，以后那味道真是妙不可言啊。哼，我就知道是你捣的鬼，不过也好，现在该是你付出回报的时刻了。彩翼极为自信，现在他的雌素已经达到了顶峰，即使是九品的雄螳螂也抵抗不住他的魅力。只要和你游戏一番，然后再将你吃掉，那我就可以突破到七品，重新蜕变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但你再强也抵挡不了我雌素的诱惑。之前如此，现在亦是如此，这是天注定的，是谁都无法改变的。知其者终为棋子吗？哼，不存在的。虽然成天有着逆天改命的想法，可身体的冲动却不是他能克制住的。随着彩翼张开蚕翅，空气中的雌素也变得更加的浓郁起来。哼，成天，你就接受命运的审判吧。彩翼表现得非常自信，毕竟雌素就是上天赐给他们控制雄性最好的武器。这玩意儿还真是上头，现在看彩翼怎么越看越觉得他风韵犹存啊。成天想用思想去抵抗雌素的入侵，但也没坚持太长时间，他颇为挣扎的前行三步绕退一步。不过在雌素的麻痹下还是缺乏了自控能力。实力强大又如何，还不是得乖乖投入我的怀抱，任你成天一肚子坏水，此时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可言，毕竟老天安排的最大忙。是吗？只见前一刻还在抵抗的成天，在爬上彩翼后背时猛然的就举起了镰刀族。不可能的，没理由啊，雌素就是专门对付雄性的，一旦进入到雌素范围内，雄螳螂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迷失，可他怎么还能亮出镰刀族呢？彩翼也来不及多想，他领教过成天的手段，他想躲开成天的攻击，可成天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，手起刀落，散发雌素的触须被斩断，很明显彩翼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砝码。啊，我的触须，我的雌素为什么对你会没有作用？成天感受到正在逐渐消散的燥热，也开始慢慢调整了情绪。当然有用，只不过没有你想的那么快而已，你的底牌都已经烂了，现在我就送你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传来了剑齿猪的喘息声，仔细一看，这家伙嘴角竟还残留着红春花的残渣。我靠，果然是猪啊，什么都敢吃，瞧着发情的劲头，估计还吃了不少。剑齿猪也是六品的实力，但这玩意儿皮糙肉厚，獠牙锋利，硬件上不是螳螂能够媲美的。
上次也是趁着他吃了迷幻草的时候才有机会切掉对方的尾巴，如果正面硬刚的话，成天肯定是没把握的，即使自己品阶高他一级也占不到任何便宜。灵了。刚从幻境中清醒过来的大壮看到喘着粗气的剑齿猪，他想都没想就冲上了树梢。老大，这什么情况？嘿嘿，有好戏看了。看着喘着粗气逐渐靠近的剑齿猪，彩翼慌了，他翅膀被折，四足剩两足，现在是飞也飞不了，跑也跑不掉。虽然他很想快乐，但他可没有成天那跨种族的癖好。彩翼可怜巴巴的望着树上的成天，咱们是同族啊，你也不忍心看着我这个领主被一只猪给糟蹋了吧？嘿嘿，你刚才还想吃掉我，现在却又来求我，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好糊弄吗？哼，你个虫卵，我是你领主，我现在命令你。妹子，哥现在发现你也是风韵犹存，之前是哥太大声了，还撞坏了你的老巢，现在哥给你弥补一下，来疼疼你。回家疼你。哼哼，还是疼你比较好。你不要过来啊，咱们不是一个物种，我可以给你物色一只母剑齿猪。别，哥要的就是这种刺激。啧啧，太残暴了，这简直是毫无猪性啊。猪蹄催花太辣眼睛了。说完成天抬起镰刀毒，掉下枝头就对着猪哥一顿火力输出。可怜的猪哥连快乐都还没快乐到，就哼哼的领了盒饭去见太奶了。大壮，才艺已经被折腾得无法动弹了，你快去实现你的梦想吧。啊，怎么现在又不敢了吗？不是我嫌脏。不是我还没死呢，你们这就公然开始嫌弃了，好歹我也是一方领主，能不能给我留点尊严？都被折腾成这熊样了，还要个毛线尊严啊。你倒是动手啊，你个没用的雄性垃圾。最后大壮还是伸出了镰刀足，彻底让他得到了解脱。谢。不用谢了，猪大哥已经谢过了。我能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代领主螳螂彩翼就此陨落。倒是便宜了那头猪。哎，天哥，接下来我们怎么搞？要不要再倒反天罡一下，把彩翼和剑齿猪都给吃了？你要是吃得下，那你就随便折腾，我反正是下不去嘴。竟然你都下不去嘴，那我也不下嘴了。今天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出发桃园。成天和大壮刚来到桃园，就差点被空中扔来的巨石击中。随着十里外传来的一声巨吼，两只螳螂瞬间被惊呆在了原地。天哥，这石头竟然是从十里外扔过来的，还有这吼声，感觉也是吉祥的存在。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桃园太危险了。天上不会掉肥肉，有危险才会有机缘，我们先下去。两只先后落在了桃树上，大壮盯着满树的桃虫，不由得流了一嘴哈喇子。桃虫，这玩意儿居然有三品的实力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没想到虫子还能这么甜的，就跟吃桃一样。你还吃过桃？没有，我猜的，毕竟这种桃虫整日吃仙桃，味道肯定和桃子一样。成天对桃虫没有兴趣，他指了指附近的一座小山。咱们先过去开辟个山洞，作为巢穴定居。直接睡树上多好啊，挖洞不麻烦吗？睡树上，我怕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看看你后面树杈上有什么。大壮扭头看去，正好与一条粉色毒蛇四目相对。不就一条四品桃蛇吗？我五品大壮还怕他不成？哼，品阶是低了点，但这玩意儿有毒，真被咬一口估计也得够呛。那快走吧天哥。成天本打算挖个山洞，没曾想眼前有一个现成的，这倒是省了不少事。天哥，那是低阶六品的喷火虫，可惜让他跑了，要是能捉到，没准咱们今天能吃上烤肉了。烤肉是什么？很好吃吗？火烤之后的肉味道会更鲜美。洞内非常宽阔，而且还有一张十米左右的石床，很明显那只喷火虫是没有能力挖石头的。这里之前该不会是有智慧的种族住过吧？天哥，你在叨叨啥呢？要不要来一口桃虫啊？那玩意对我没用。找到落脚处后，成天又在桃园里逛了一圈。成天只是瞄了一眼不远处的铁头蜥，连个交流都没有，铁头蜥就开启了野蛮冲撞。桃园里的物种都是这么暴躁的吗？龟，给爷龟！我就看了一眼，你这上来就要跟我玩命，至于吗？龟，给爷龟！哼，哼，是我鲁莽了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哼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眼前的铁头蜥虽说只有低阶六品，可他却拥有跟成天一样的体型，而成天现在已经是低阶七品，对付他也只是手拿把掐。
在完全吞噬后，整只铁头蜥为他提供了13点经验。这边刚吃完，一只青黄就从天而降，二话不说便将陈天无法消化的铁头盔给吃掉。种族青黄，实力低阶六品。青黄的口气就像无情的咀嚼机器，但防御力平平无奇。这啥玩意啊，这种铁片都咬得下去。成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刷经验的，看着青黄吃得正起劲，他抬起镰刀足直接挥了上去。我乃皇族大军先锋。你乃什么乃？今天就是你爷来了也不行。哥，我不就吃了点你吃不了的铁疙瘩，不至于这样吧。妖流是会动感情的，送上门的经验包可是不可能让他跑掉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在吞噬完青黄后，经验条已经涨到了1/10。桃林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这才没走几步就遇到了两只六品的。照这样下去，今天估计就有可能升到八品。一只八品金毛猴正被百来只青黄围攻。虽然青黄只有低阶六品，但却一个个不要命的往上扑。无奈青黄的咬合力太过于强大，导致金毛猴边打边退，难以应对。而此时的成天正在树上看戏，他看着满地的六品青黄尸体，嘴角不由的开始上扬。这遍地的经验包，哪个气运螳螂能拒绝啊？就在他吃得起嗨的时候，隔壁的七品刀燕却发现了异常现象。他刚吃完一条青黄腿，抬起头就发现遍地的青黄少了一小半，这让他极为不爽。我这一条腿都没啃几口呢，你就直接给干了十几只，你是没吃过东西吗？懂不懂优雅？懂个球，这是在竞争，是在抢，要优雅你慢慢优雅。看着陈天不仅无视他，反而吃的速度还加快了，要不是他的胃口不大，不然早就跳起来骂街了。成天在打扫完战场后，经验值也达到了457500，还有43点就能升级。于是他将视线落到七品青黄王的尸体上。同阶实力的才能提供更多的经验，而这43点经验，这只青黄王应该可以完全满足吧。不过这青黄王离金毛猴太近，也不知道这金毛猴是真闭眼还是装闭眼。成天在犹豫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万一那猴子是在装死，以他七品的实力去接八品的拼命一击，那他估计也要够呛。